小欢喜，好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陷阱，来吧，先挖三个，四个吧，然后再放上一个这个发射器，然后再放上一个导弹，旁边挖两个，然后这里画一个这个 ，OK， 然后在远方换上一个这个。然后呢，一个这开关，然后再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子，还放个东西吧。哎，这样进不去，再进去，哎，快进去。要放沙子。OK， 人走过去才有用，现在是假人呢。我看一下，那个生物小鸡去试试看。真人会掉到那个坑里面，因为有这个嘛，这是小鸡啦，所以那个塌不下去。等它下去的时候，你一按，嘣！一个字，绝！它就没了。哎，这样还在。你这只小鸡好坚强，我好像给它生命值调太高了。好，最起码得今天小欢喜，拜拜。